老师现在皮肤不好，难过怎么办？为什么皮肤会不好啊？因为你的情绪过多，起伏不定。当你有一天情绪修得越稳固，你真的皮肤会变好，包括你的身体状态，你的睡眠，然后你的性格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，变得越来越温和，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甜美，面相也会变得越来越柔顺，然后你也会变得越来越招人喜欢。所有的东西都在变，其实就一个核心因素，就是你的情绪平稳了，你就都变了，一定会变，不可能不变，不变只能说明一个道理，美好和修。